好，那下面关于这个呢，你们没想法，我有点想法。你看这样，我给你出一道题，改一下之后呢，你看下边怎么改？这叫是 free，就是应该是 flag。FAG 还是这样的，然后这个不需要运行太多。完了之后，这样就说给一个这个，完了之后就给一个 true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判断意思，找一下 W，看有没有 W。然后这样的话，我们假如这个是从数据库中得到了一个东西，好吧？数据库中得到了一个东西，找 W。找不到那个就定义不了了，对吧？好，那假设现在呢，我给它改一下，就是说假设这个数据呢，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从哪儿？从数据库取到的，从数据库中取出来的，好吧？取出来的，然后呢，你就看有没有 W，有 W 就这为 true，有的话我就说。找到了，好，找到了之后是不是我没必要再去循环了吧？我说要都给它 break 一下呀，break 然后就下边继续走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好，那现在如果你不定义的话，情况下它那找不到这个变量，是不是就没有定义？这样的话就会出错了吧？哦，no！我现在运行谁呀、啊？你看，我虽然写了好几年，用了它好几年，我是不是每次都忘了？我们运行这个代码，这是新的代码，这是不是 flag 没有定义啊？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所以你应该预先把这个变量呢定义出来，定义出来，这样的话就不会出错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不会出错了。好，那现在没有找到吧，不管它，现在不管这个。现在呢，这个代码现在定义变量已经很 strong 了，是吧？很强壮了这个代码。好，那现在有一个问题，你要没有问题，我如果给它一开始就定义找到了，那下面应该我这里边我应该怎么改？不是说一开始定义找到了。就是一开始我定义 true 了，原来是不是假的？现在呢，我定一个真的。那下面的代码需要改不？咋改？就 flag 这就专属 FAG 这个参数应该改什么？这个改什么？false 是吧？这个呢？是不是 not 呀？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就这个，哎呀，你看，好多人都懵逼了，还不知道咋回事，为什么鼓掌是吧？为什么鼓掌？就是说意思什么呢？你要灵活运用，好吗？灵活运用，就说这个是不是依赖于它呀？是不是依赖于它呀？你这个改了，你的条件改了，后边是不是也得改啊？你不能说改了这个下面你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对，是的，哇，你这么麻烦，你都看出来了是吧？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你写了吗？写完了吗？你这个一开始你这个作业写出来了是吧？就昨天的那个。理解了不？我保证，不管你用什么，理解了不？好，太棒了啊！就这个啊。Okay.